我们没有歌了。我们再唱下去就没有捷运了。不会。还有，好了，那就他只剩开往台东那一班。好了，我只好坐那一班了。好，节奏下。这是我在游泳，你不要自由。好，哎，我要游去这个海上的动物园，我游，哇，怎么有传说中的生物在陪我一起游泳？然后，哎，龙在游泳，哎，龙 ，hello， 龙，啊，龙不理我，啊，那是宝丽龙，啊。宝丽龙，他弟弟叫宝丽达。有一个叫犀牛，有没有犀牛？他说被人家笑，犀牛为什么你跟那其他的牛不一样？人家都是两只，你怎么就一只在前面这样？他就是说，因为小时候我就已经去拔智齿了，所以剩下一根。啊哈哈。你怎么是这个声音？你不是 fly， 你怎么是喵？喵喵。他用哪五娘娘腔？啊！爆笑。为什么你不会飞？然后他就说，因为我是蝴蝶结。Yeah.
生物课，老师就说，你的老师是动物吗？没没不是，总讲，我想说这个旁白也可以闭嘴。老师在上生物课啊，老师就介绍说有一种昆虫叫做蝉，它一出生了，然后变成蝉了之后有没有？该不会的，它还有几小时就把它死掉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小明就在那个小明，就在那个下面切的视频，然后老师就生气，小明这上课在讲什么话？说没有啦，我是很羡慕他，因为他这一辈子都在过生日。为什么一辈子在过生日？这个有点难哦。为什么？这套谜题跟你的发型一样哎。因为你变化器它有腹肌哦。因为他变成蝉的时候，一天就死掉了嘛。哦，对啊。哦，生日也就是忌日，觉得。啊，他这一辈子都在过生日啊。啊。就是萤火虫，哎，两只有一只萤火虫就说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你的屁股的灯都没有亮呢？我们大家都很漂亮，都有亮灯。结果那个萤火虫说，拍谁？忘记我没有缴电费，忘记缴电费。哦，是啊。你们知道蚊子它喝血吗？那你们知道蚊子的喝血哦？喝血，喝血，血，发音标准一点。吸血啊，喝血。那你们知道蚊子的职业是什么吗？它的职业？蚊子不知道哈、哦？吸血？不是，这样被血吸。飞。蚊子的职业是赛车手。因为它飞的时候，真的也飞这样，不错嘞，有嘞，真正的动物园去木栅动物园，真的，然后要买票进去这样子，然后你奇怪那个售票口那个小姐，她长得像那什么？不是，就竟然是前，等下人家换你的，对，总是前女友这样，哇，也太巧了吧，就是前女友，可能会算便宜这样的，结果他就说，你不知道吗？带宠物进去不用钱，对啊，不用钱关我什么事？他说你也是动物啊，你是禽兽，所以不用钱。啊哈哈。是的，你要不要上来讲？不行，我要讲另外一个。虽然讲过了，有一次，有一次，很多动物去唱歌，对啊，唱到孔雀就很嗨，他就开屏了，服务生就打开门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收开屏费。我想不到啊！等等等等。
蚊子，他就跟妈妈讲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了，我要一个人出去飞翔。”妈妈就说：“确定吗？”小蚊子就说：“我非常确定。”好，就过五分钟再回来，妈妈就问小蚊子说：“你飞得如何？”我飞得非常好。妈妈就说：“此话何说？因为我在飞翔的时候，大家都为我鼓掌。”太好了，新的新的。羊啊，为什么今天看起来无精打采呢？都没有讲话呢？这个羊啊，结果那个羊说：“因为我是我心已打烊。”不是哦，我心已打烊，我心已打烊，我心已打烊。好的。A 蚯蚓就说：“哇塞，小 B 小 B， 你看对面那个白妞呢，外国人哦，哎，小姐小姐，奇怪，我跟他打招呼，他怎么都没有理我这样。”然后那个 B 蚯蚓就跟他讲说：“你白痴，你干嘛跟米台木讲话？”如果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会在大门口，对，就是，你知道的，对，对。就大概大家离开这边之前啊，不是他刚刚讲那个什么？不是临走前啊，对，大家不要走，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